跳跳的螃蟹渔船才刚捕捞上岸，立刻称重装袋，重足两斤的万里蟹福袋即将开卖，一旁民众早就蠢蠢欲动。11点准时开卖，破百人一早就来排队。一袋螃蟹2斤399元，平均约有8只，比市价1斤350元几乎打了5折，限量100份。8:30，就是很想吃万里蟹，然后就是它的价格超杀，所以趁现在赶快买。爸爸带你来的，对。所以平常万里蟹要怎么料理？就可能就清蒸，或者是煮稀饭用。买了3份，然后看到它倒出来的样子，爪子一直在转，在活蹦乱跳这样。长秋蟹除了自己回家料理，也能选择在港口边吃板的厚实饱满的蟹肉，厨师快手裹上炸粉，如小山般的螃蟹通通下锅油炸。外皮金黄酥脆，鲜香味扑鼻而来，另一头蒸笼热气腾腾，澎湃蟹料理，药膳花蟹、清蒸3点蟹，还有辣炸红鲟，席开80桌，邀民众大啖海鲜。很喜欢吃螃蟹，然后看起来很丰盛，对，然后只要螃蟹就会吸引我们，螃蟹又很新鲜，我觉得很棒。万里蟹产季让周末的渔港热闹滚滚。